佢两个嘅恋情自从今年五月曝光之后，秦舒培随即被爆系人妻。最近陈冠希又为女友出头，闹爆志玲姐姐，搞到一地花生壳啊！虽然就是非多多，但一啲都冇影响佢哋嘅感情噶。最近仲极速升温添。豪宅2250万港币，陈冠希同女友洛杉矶捉爱巢。最近有美国地产网站大爆，陈冠希同女友在八月中斥资285万美金在洛杉矶荷里活区捉爱巢，仲话呢个爱巢面积达4353尺，一共有5间房、6个浴室，客厅就以开放式设计，后院仲有泳池同 SPA 设备添。而最特别嘅，梗系浴室入面嘅玻璃间隔啦，冲凉嗰阵绝对无遮无掩噶。我哋寻日都揾过陈冠希噶，但佢就以 WhatsApp 回复我哋话，依家好忙，冇乜嘢回应啊。